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变换情况。对一个量子力学系统，若要求将谢伯特空间，我们一般就是要求啊。映射为一个等价的谢伯特空间，如果我们要求保持归一化条件，就是每一个琴元素的变换都将一个谢伯特空间映射到一个等价谢伯特，就是扩散。就保持这个关系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表示啊，第一值必须是一个腰正表示，就是说第一，但是必须是满足。腰正条件啊，它其实是一个腰正变化。就是凡是考虑到如果是在琴表示是作用谢伯特空间的话，这个琴表示一定要求是腰正表示，否则它就不能满足这个一归一化条件了。你变化后的新的态它就不再归一，是吧？这个确实就违反了物理的要求。对，那这个琴表示必须是腰正表示。